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书画大观园。今天给大家介绍清代黄慎的《桃花源图卷》，纸本设色，纵38厘米，横349厘米，收藏于安徽省博物馆。黄慎，清代画家，扬州八怪之一，字公寿，号影瓢子，别号东海布衣，福建宁化人，善人物、山水、花鸟，尤以人物画最为突出。图绘大山深处隐藏的村庄，景色优美，人们自给自足，其乐融融。一位渔夫误闯这片境地，此图重现了当年陶渊明笔下《桃花源记》的情景。这幅画就介绍到这里，请欣赏完整作品。